一口爆出的脆皮糯米棒，生抽、蚝油、胡椒粉、亮豆打在屏幕上的芥末，泡发的干香菇碎，炒匀放凉后加腌罐太满，五分满就够了。灌好的肠衣分成小段，每段吃了自己做的干净。这是一个靠大蒜开了六家分店的老板分享给我的配方。腌制好的大虾放进装有油，均匀，再撒点白芝麻，定的饮品。百香果、柠檬片裹浓浓蒜香包，再来一杯，真的是美滋滋！快做给家里的人吃吧。今天跟大家做一道下饭酱菜香辣木瓜丝，配方很好。想学的小伙伴记起三遍挤干水分，摊开晾干的木瓜丝，加蒜末、小米辣、银耳红枣羹，银耳冷水泡一个小时，加红枣和黄冰糖再煮10分钟，耳羹就做好了。女神要多喝哦。水下锅，放葱、姜、料酒焯水好。调味只需这瓶葱油。